冰冷的贝蒂，火热的珍娜，这些女孩代表两个不同的元素，欢迎来到她们的世界，一个冻上你的心，另一个用她的眼睛点亮你。观看呜呼上的新视频，是关于如何和火热的女孩以及冰冷的女孩相处的。亲爱的，你的头上是什么？鸟巢。我会替你整理头发。火热的珍娜用她的手代替美发器，你得到了一个手工制作的发型，谢谢，亲爱的。冰冷的贝蒂也可以用一个动作做头发。这是一个很酷的莫霍克发型，你看起来很不错，亲爱的。海滩上的沙子对冰冷的贝蒂来说太热了。Come on！ 好的好的，我会帮助你的。跳起来。喘口气。再来一次，珍娜在海边搭沙堡，即使在盛夏，贝蒂也设法做了一个雪人。如果火热的女孩不小心撒了些牛奶，她冰冷的朋友会马上来救援，牛奶瞬间变成了冰淇淋。祝你好胃口哦，珍娜。哇哦，我可以喝凉凉的莫吉托吗？这里真热。不幸的是，这个女服务员真的很热。莫吉托变成了热的薄荷茶。哎呦，好烫！这是你的披萨。什么？披萨实际上是冷冻的。这些女服务员需要搞定他们的温度设置。多么感人的电影！别哭，美女。哎呦，你的眼泪在沸腾。亲爱的，别哭了。你的眼泪就像冰雹，但是我可以用它们来做冰咖啡。谢谢。亲爱的，我们早餐吃鸡蛋。炉子怎么了？它没法加热。珍娜坐在椅子上后，总是有430度左右。如果我有这么热的女朋友，为什么还要炉子？太热了，我想清爽一下。这是我的可乐罐。哦不，太热了。甜心，你能帮帮我吗？
如果你和一个很冰的女孩住在一起，谁需要冰箱呢？只需几秒钟，你清爽的饮料就准备好了。我们打棒球吧，打他！在贝蒂的手中，球变成了冰，但是珍娜的球棒接中了融化的水，多么棒的击打！我喜欢吹泡泡，太有趣了。珍娜的触摸使气泡变成了蒸汽。哦，哇，让我试试。哦哦，我的泡泡变成了很重的冰块，这太不公平了。里面仍然有人。快点，否则会发生雪崩的。使用火后再用冰是个坏主意啊！这儿还是很热，我在融化。珍娜的工作是按摩师，放松和享受。珍娜用热的石头按摩。这是熔岩，我能换个不同的按摩师吗？当然可以，贝蒂会给你做冰块按摩。这样凉多了。需要运东西吗？当我只需轻轻一压就能抚平任何褶皱时，为什么还要在熨斗上浪费钱呢？看，熨烫得很完美。晚安，亲爱的。突然变得很冷，毯子在哪儿？我肯定需要不止一条毯子，这是我们所有的毯子吗？啊！甜心，发生了什么？上床？不。嗯。啊！甜心，你睡觉时又烫到我了。一个人睡吧，着火的女士。我喜欢在火上烤棉花糖。让一下，珍娜，你看不到我需要烤我美味的食物吗？把火调小，烤一些冰。嗯。我喜欢冰冷的烧烤。我最喜欢的冷牛仔裤。哦哦，寒冷使它们断了。但是现在我有了时尚的短裤。我们正在享用浪漫的烛光晚餐，我整天都在烤鱼。准备好了，亲爱的。哇哦！和一个冰冷的女友在一起，你的食物会立即冷冻干燥。
这是冷冻鱼。多谢你又一次破坏了我们的晚餐，冰柱。你喜欢我们不同元素的女孩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和哪种生活方式更接近，太冷还是太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